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次来到长沙开唱，邀请到奶茶刘若英一起加班。导演刘导，导演好。我们应该叫奶导，奶导。什么叫奶导？什么叫奶导？他、啊啊、不是奶茶嘛，对不对？啊、茶导呢？对对对，所以变导演了之后变奶导。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消息，然后很早就知道奶茶，然后自己编剧，自己写了一部这个剧本，然后我好像有偷偷的就是知道一点点，然后我记得他那个晚上跟我说其中的一些那种桥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，因为真的光是从他嘴巴里讲出来的那些就已经很感人了，拍成电影还得了？已经开始预购了。开始预购了？对，所以等一下你下去就可以上网买了。好，阿信帮我们几个也买一张哈。好，那个几月几号要看，大家知道吗？要抢第一天看。大声一点！我觉得这辈子做宣传没有白做。好厉害哦！好啦，你们把他弄哭了啦，等一下怎么唱歌啊？今天奶茶要跟我们一起唱歌是吗？真的要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五月天，反正他们就是我的及时雨，然后我总是要赖着他们，连第一次拍电影都还要赖着他们，然后有他们真好。谢谢奶茶。这部电影有一个很美的名字，和五月天的一首歌是同样的名字。后来的我们。太多的不舍。首部执导的电影处女作《后来的我们》，灵感就是来自五月天同名歌曲，所以见到现场歌迷的力挺和五月天的大力支持，让奶茶感动到泪崩。哎呀！我刚刚就跟我自己讲说，我绝对要很开心，很那个对，然后。我是来这里加油的，我是来这个公司应征的，然后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路都陪伴着我们。如果曾经我的某一首歌感动了你，我希望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你自己。彩排的时候前奏一下，奶茶只唱了然后呢，然后就哭了，哭了，哭到这首歌结束，然后所以这首刚才后来的我们几乎都没有彩排哦。奶茶在最后带来自己的经典歌曲《后来》，引发全场歌迷大合唱。女孩，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